好多国家同埋外游翻香港都唔使酒店隔离，由就到圣诞同埋新年放长假，大家都 book 咗机票去旅行未呢？海外消费用边张信用卡系最好用、最抵用？今集理财要贴地，为大家精选六张信用卡做比较，仲有旅游达人小诗送贴士俾大家添啊！记得睇到最后啊！